国华医学院的各位校友，大家好，大家晚安。非常荣幸，非常高兴能够受邀来参加国华医学院南极校会的会员大会呢，以及庆祝国华医学院112周年的生日快乐。那另外呢，也是第九届的国华医学院的世界校友大会啊，预祝。 今天的大会成功，尤其是看到今天的会场呢高朋满座呢，尤其是我们的总统呢亲自莅临呢，就会看出总统呢对我们高雄国华医学院的重视，尤其是国华医学院的在南区校会在萧理事长一脉传承下来到赖以上呢，都对社会的贡献呢，国华医学院校友的团结力。 向心力、凝聚力以及对社会、对校不分党籍、不分校际的服务精神呢，我想这是值得大家肯定，也是我们的够有效的学习的标杆。我想呢，在这个这么好的团结力、向心力，尤其是在我们医疗界目前情况不是很好的情况下呢，更需要发挥全体。 一致的团结力、向心力、合作呢，来争取我们应有的职业资源。希望呢，国华医学院这种好的校风呢，好的风气呢，能发挥在整个各个有效、各个社会团体上。希望呢，我们的未来医疗的事业呢，未来会更顺畅，为我们的百姓做更大的服务。最后，还是祝大家健康平安、喜乐今天的大会成功顺利。谢谢，感谢大家，谢谢。谢谢苏理事长啊，谢谢苏会长。